写一首情歌，用浪漫拼到到你眼睛变得很好。就今年除了跨年之外，多了一个中差小广告，就是跟汪东城一起合作的一个舞蹈。这样啊，我要一直这样。哎哎，句也行，你能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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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摸他脸，然后什么？我还要摸他脸？意思一下意思。哈哈哈哈，是你完了之后推开他，推开他，然后是你陷害他。哎呀，这是节目组有意的吧？不是。杜老师，哎呀，这个给你们吃的好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东，他们认识汪东城，他们应该认识。我刚刚问过很多次，海涛不建议吧？不建议，我建议什么意？我就给你们吃的了。我们刚刚就是节目效果。行，没事，那个今天好好帮你们调调戏。杜老师，你怎么脸红了？脸红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来也是有心理准备的，没想到来还是就是抱着分开的。先喝点，先吃点东西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哇，好贴心，好贴心。不是杜老师，你是咋卡这个时间的呢？我们之前都是那种特官方的舞蹈，就刚刚那一下完了你就进来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懂你们的，我就是别管我，好吧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刚到。杜老师，注意点，他别洒了，杜老师。没事。那个。别累着了嘛，好吧，累着了，慢慢来。我们先摆后面，这是我给你的奶球。先摆后面来转好了。没事，你看你的，好吧。相信我们杜老师，绝对是公司。你们跳你们的吧，好吧，没事别告诉我。没关系啊。不看了。海涛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二哥也不看了。哎，杜老师，你掐的点也太好了。我坐这儿，你看就是这种牌。那不放心呐，那哪有心思拍？我们俩对着他跳的时候，我觉得反而海涛更尴尬。那我们反正我们对着杜老师跳。快到粉丝区，我们需要粉丝。你假装一下好吗？啊，那我们就对你跳啊。可以。那轻轻的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。眼神还是不对，还是多少还是不对。你看，还是我发现你们要是细节啊，跳这种舞一定不能是像不熟似的，就是特别是就是搭肩的那个，一定是要有那种搭的感觉，大动搭一下那个，对，没关系的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老师是这样的，老师。自己又要说了又承受不了，是吧？我又可以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包括那个抬腿的那些抬就抬起来，而且抱的时候抱住，别让他摔了。我这要肯定的，关心还是要关心。哎呀，好甜呐！哎呀，大东，反正感觉之前关系挺好的，现在感觉关系有点生涩。没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晚上好！这里是跨年演唱会的直播现场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浪漫的拼多多像惊喜的诗歌，随时随地都有红包降落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此刻变成那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
我轻轻地唱给你。